针对两台凯宴的这个保时捷的车辆，我们都已经卖出去了。是。其中一台，欠税60多万，但是那台欠税60多万的，它的状况很好，可以就是都保养的不错。但是因为它欠税太高了，所以说基本上不太有人愿意要买。那另外一台呢，它欠税只有5万多块，但是那一台呢，基本上是状况不好，它根本没办法开。所以说它其实是，两台基本上，如果除非你是修车厂的人，大概都不太有意愿去买。是。那今天的话，大概是两台都各以2万多元把它卖出去了。是。会买这两台车的人，通常都是修车厂或者是保养厂的，他们自己都有维修技术，大概才会去买这两台。所以是创下历史性的新低哦。不会新低啦，那车倒不会新低啦。是是 是。因为我们当初在卖之前，我就觉得说这两台车，除非你打算要把它做开吧，不然的话通常不会有人买。